图的话，我游标一样是放在这个枢纽分析表里面。第二个的话，你可以找到那个选项里面啊，有一个枢纽分析图。好，那个枢纽分析图点击之后的话呢，接下来啊，我们可以看到啊，那选择的哪一种啊？比如说我用直条图案确定，啊，这个时候当然它也会快速的帮我产生一个这个图出来。不过这个位置哦，我也讲过了，它好像就是先帮你放在这边。那你想要放哪里的话，你就自己再去移动。你可以把它放在比如说表的下方、表的左右方等等的，或者说你想要再独立出来。我的习惯才独立一个哈，所以移动图表帮我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比如说叫 chart，也许 chart 二哈，OK 哈，按个确定。好，这个时候的话就帮我把它移到这个一个新的这个工作表里面。那再来的话，我可能需要做到，刚刚提过，如果我今天希望这个图啊，上方帮我加上什么呢？加上上面这个标题啊，比如说最常购买哪一种啊？等一下你就给它一个名称。好，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在上方，而且这个上方的位置啊，还不是在绘图区重叠，那该怎么做？首先的话，第一个你可以找到这个版面配置，然后其实基本上这个。如果是你是07哈，那个07以后的版本啊，就是10哈以后的版本。不过我印象中好像13跟16好像又长得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位置找一下应该还是可以找得到，只是说哦，就是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如果我要找到那个图表的标题啊，那在这地方的话，我就版面配置里面的图表标题，那我希望呢这个图表标题。帮我放在哪里呢？啊，早上我是用重叠的，我现在的话把它改一下，改成就是图表的上方。那图表上方的话呢，这边呢，当然我就把那个名称给输入上去了，就比如说叫最常购买哪一种的设计杂志啊，设计这个杂志啊，年龄报表。比如说我今天呢，根据年龄，那我可以显示出相关的讯息。那接下来的话呢，一样哦，把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输入完之后哈。游标记得停在那个框线上面，那框线上我早上讲过了，一定要点一下变成实线。啊，虚线的话呢，表示你游标还在字上面。那如果你现在去更改它里面的字的大小啊、颜色啊，基本上它好像就只有这两个字吧，所以记得哦，一定要怎样，游标先放在这个框线上面，选取整个文字物件。然后呢，再去做变化。比如说，我今天一样哦，把它改成24号字，那里面的话呢，把颜色改成红色加粗体字，并且的话改一个别的字型啊。习惯上我习惯，假设用标楷体好了，换一下。OK，那第一个的话呢，我就已经把那个我的图表标题先做出来，并且放在上方。第二的话，图例版面配置，早上也讲过图例部分的话呢。它这边有好几种选项，预设的话是在右边。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让它显示在上面的话，那你可以把这边稍微做修改。甚至的未来如果你不希望有图例的话，你这边可以选择无，它就关闭。也就是说，在这个右边的这个图例它就会消失。我们看一下，把它放在上方，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在上方就会多出一个年龄。那不同年龄有不同颜色的显示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把图例把它放在这个最上面图例这样蛮相对的比较清楚那接下来的话呢，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能够在什么，在那个坐标轴坐标轴上面，我刚刚提过，我如果今天希望在这边显示那个人数两个字，让它显示出来，旁边可以让这个坐标轴上面也显示标题的话，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它这边会显示坐标轴标题，跟图表标题不一样我们用的是坐标轴标题。那你还要了解，就是说到底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这个标题？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垂直的吧所以呢，你就选的时候记得不要选错。那我把这个地方找到这个坐标轴标题。如果说我今天呢，我希望的是。预设好像是五了不要显示坐标轴标题。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那个字打上去，而且这字要是垂直的，就显示出来各位可以长得像这样的人数。OK，那如果要垂直的那你要记得你那个选择的话
记得就要选择哪一个垂直坐标轴 ，OK， 那你不能用那个旋转，那变成转90度，人数变成要横着看 ，OK， 你要转90度才能看，所以这边的话，请你选择什么垂直的标题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上面就显示出来，那字还是一样太小，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这边的话呢，我们把它输入人数两个字，那并且把字稍微放大，人数。 那接下来的话一样就是记得不要点击那个虚线，不要放里面，记得点那个框框一下，外面一下，把它变实线，再来做设定哦。OK， 这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点到变虚线的话，它设定可能就只有某一个字去做那个格式设定，所以点一下框框，常用里面的话一样，把字稍微放大一下，大概放大到18号字好了。 因为刚刚标题是24号，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字的话呢，也许把它改一下颜色，把它改成也许叫蓝色，OK， 把蓝色加上去。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就完成这个，就是坐标轴上面的标题 ，OK。 那剩下来的话还有其他包含，就是说资料标签，我们早上是有加上所谓的终点外侧了。当然这一题没有加了，如果你希望加，你可以试试看。 这边的话，看要字中，好，预设是5，比如字中，那你会发现在中间就会有数字了。OK，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下看一下，每次上面都有数字了。相对的话呢，也会比较清楚一些些。那其他的话呢，还有像坐标轴，里面的话呢，需不需要什么呢？需不需要哪些坐标轴了？至于格线，早上是有两个，主要跟次要都有格线，所以也许我习惯主要次要都把它格线。 都让它显示出来。再来的话呢，我们一样把那个格线里面的那个垂直，把它主要的叫出来，这样感觉好像画个线，会感觉更能够清楚的做区隔。OK， 那最后的话呢，大概也差不多了。不过最后呢，如果绘图区早上是有绘图区加上渐层的效果，那这边的话呢，如果说我不用渐层的啦，假设我今天。 把它填满一下，也许这个填满的样式，我把它改成，预设是没有，不过这里的话，我把它改成图样好了，这比较简单一些，我把它改图样里面的这个小方格 ，OK， 类似像这样子，或者其他的，这个大家我想请各位自行调整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效果，比如包含呢，也许这边的话有 5% 啦， 10% 的一个小点。 假设我今天把它加上去好了，按个，我记得好像我有把它加了一个类似像方格的效果，然后按个关闭 ，OK， 那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把那个图表图的部分也把它做出来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这个枢纽分析图的部分 ，OK， 那但是版本不一样，恐怕就是可能要稍微找一下。那2010是在版面配置上面，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待会我们再来根据刚刚的枢纽分析表，另外再来做就是说交叉分析的部分。不过交叉分析可能2007的版本就是一个像什么一个痛嘛，因为。 这版本没有看到别人都有，这当然没办法了。不过这个版本旧的版本可能有些功能就是它没有。那如果你是2010以后的版本的话，那也可以试试看。假如说我今天不是只是针对年龄，而是要再针对性别，还有什么呢？性别、教育程度跟月收入去分析。 哪些人他什么性别，什么教育程度，还有他收入多少，可能比较喜欢哪一类的杂志做分析的话，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功能你恐怕就是要什么用筛选。不过筛选变成说，它这个地方你可以把那个性别放到什么呢？放到报表筛选这边。OK， 可以做男女的筛选。 那教育程度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把它加下来。还有什么呢？你也可以月收入了，所以如果说呢，
你是用2007的版本，哦，也不用，哦，不用气馁了，哦，还是可以，只是说感觉上呢，就是没有像交叉分析哈，这么的怎么样视觉化，因为毕竟哈，它这个功能你必须要点击，然后点一次之后再换下一个，哦，再换下一个，比如说女生她的学历是大专程度，然后呢，她的收入呢是在50000块以上的话，那她比较倾向是哪一类的哈，哦？ OK， 年龄层是在哪个？不过你会发现哦，人数就很少。我们不要这么高的收入好了，假设是30000块以上啊，到50000块哦，每一个区间的话，你可以就马上可以分析出不同的性别在不同的教育程度，哦，不同的月收入，哎，他会有哪些购买的倾向，那你就可以马上有一个大概的结果出来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是2007的版本，假设说你没有那个交叉分析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啊。但是如果是你是新的版本哦，2010以后的版本，那你可以记得哦，在上方有个插入那个交叉分析筛选器，那里面的话哦，你就可以自己再加上去。OK， 好，那请各位哦先试一下，也许先把刚刚我讲到的这个哦，第一个就有关图表部分哦，可以先按照里面的版面配置哦，先熟练一下这相关的功能。哦，从左到右了啊，不过其他的版本可能还是一样，你可以找一下功能。啊，另外的话呢，哈，再把刚刚的那个就是那个枢纽分析表里面呢，如果是旧版哈，那我们就用这个就报表筛选好了哈。那你可以把性别、教育程度跟月收入加进来 ，OK， 那试着也利用这个方式做筛选。哦啊，如果说你是新版的话，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也许可以用那个交叉分析筛选器哦，来帮我做筛选。不过感觉好像结果会是看起来是一样的东西啦，只是说一个好像感觉比较漂亮，质感好一点哦，但是其实表里子里面都是一样的东西哦。试一下，请各位先把那个枢纽分析图跟那个。